叫你丢掉，怎么又拿出来穿？没关系啦，裤管旧的地方剪掉就可以穿了。啊，小郭，我要饿死了啦！好，让我把丝挑出来。好，全心奉献给家庭的夏恩，认为平凡就是幸福。哎呦，都已经放在钱包旁边了，还忘了带啊！我是想再看你一次，故意的。为了学长，我哪有什么事情不能做？企业千金贤智，从读书时期就仰慕学长东俊。这辆是学长的车。不行，我不收。走着瞧，你会开着那辆车到我这里来的。夏恩的幸福即将面临瓦解。2月7日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幸福泡菜店。